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最新开发的联排别墅小区，叫 The Citrus。在这里面有六个户型，里面我挑了一个我个人最喜欢的户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。这个是 Canvas Park The Citrus Plan 5，总共1722尺。三房2.5平。刚刚大家在看车库的时候，一定看到左边有两个车库，右边竟然有一个车库，到底是吗？我们一起过来回头。它这个后院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，可以做 party，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。那这里有一个车库的车门，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水，不管你之后要洗车，或者是说在美国这里有叫 man cave。车库门一打开，就可以坐着喝啤酒、喝茶、看电影之类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打开来通风，不错。我挺喜欢这个房子有自己的小院子，不过这个价位有这个院子真的是很难得。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暖色系的厨房，它这个厨房看起来就觉得。现在我们一起上楼。我们先从主卧开始吧。首先，我很喜欢它宽敞的空间，以及这个样子，让这边有一个view。在门口这里有篮球场，有网球场。还有我们这个小区都有很多狗公园以及泳池。主卧室空间非常的宽敞，那这里是浴室，淋浴、浴缸、双洗手台、有浴室衣柜以及分离式马桶。这里是洗衣机、烘干机，以及我们的副卧。这两个卧室共享一个厕所以及双洗手台。所以这一次总结，我之所以会向大家推荐这一套房子，是因为这套房子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。这个联排别墅2020年9月5号的价格只需要446,000块钱而已，非常便宜，不到45万的价格竟然能买得到3房2.5浴。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开放式设计，它的房子很方正，然后它的采光很良好，房屋挑高，以及它的房子很温馨，并没有太多那种弯弯角角的呀，或者是说很冗长的设计。那还是回到它的价格，45万块钱的全新联排别墅，3房2浴，1722尺。如果你对这套房子有兴趣的话，赶紧约我，我们去订一套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想要看更多新房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
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。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新楼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及时带你去看一看。